林宾武，神仙在今天时时刻刻不会忘记我们所拥有的文化舞蹈，所以今天给我们所有的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打出声音来，好棒棒，强强棒！笑容都很甜美哦，好可爱啊！来，跟我们的长官在台上啊，笑眯眯的等待你的笑容。掌声鼓励我们的今天的迎宾舞，来迎接我们今天宝桥区的丰年祭。非常谢谢我们的宝桥区的妇女会会长叶桂花所率领的迎宾舞。来，我们台上的嘉宾也用你的双手热情。Yeah.